透过公司民营企业结合的鸦片，有一间合法的小鸡场。因为呀，小鸡场附近呢，长期下来就撇到处胖胖的米西，附近的居民对呀就当怪烟。有几下是被当地的里面，即便下租就起中途，小鸡场投钱抗议。不过公司反驳说，要来说明讲前一年去喜茶，也的结果是合乎标准的，小鸡场因此并无违规的问题。另外，业者们认真像亚种粗胖胖的米丝，也个问题呢，会十万来加强。十万人来见批嘅小米歌神发的见面，路都唔掉去协会上抗议，每一位同业者讲法冇表达，两片吵屈一定太上。我老爷，你唔好买嘅，你唔好买嘅，你话。恶臭、空污，还有那个苍蝇，我们怎么生活？我问你们。是有谁来帮我们？我们这个里面真的是臭到不行。俺那小区算唔好查，屁都会堵唔掉的。过近过多呢，乡亲那天暗到两三点的哈，不时不夜出面的哈，冲抢。昨天看起来，目前废气的部分大概比较没有问题，因为他这个现在给晒的部分是有委托别人在做买卖。那水的部分目前，它没有产生废水。就算检验定期，唔顾果农师反驳曲角，目前查验的结果符合规定，无法度发钱。唔顾按你讲法，同检验无法度接收。除了出面因为假市场的污染，麻木他家堵唔掉。业者讲，会再加强感受出面的重要。今天一直想说味道会怎样的话，我可能场外走到鸡舍附近，给它打开来，我可以设定时间，那都可以的。它是二十四小时啊，它有一个你可以设定几点。到几点你要喷？时间多长？喷的时间多久？那都可以设定。目前一家本营抗议的血鸡场，差不多血个三万八千人在营业。副主任讲，会在礼拜内完成改善作业。居民强调，为了注意，环保局也要相关的单位，也会持续的关心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公布图。